下他去骂外交部是断交部，请问是谁？那么抢走我们的邦交国，花钱买走我们的邦交国，不是中国吗？对啊，你应该谴责的对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吧？你怎么会去骂外交部，说是断交部用这个来这个等于说羞辱他们呢？岂有此理嘛！柯文哲，你没什么好说的啦，你那三个字什么差孙子，对不对哈？居然去骂这些外交人员，民进党发现态势不对，这样子人家会讨厌你们，对不对？所以赶快下令不得骂。那我们长公主还不是继续骂？讲白了啦，本来联合国挂联合国三个字，我们所有的官员跟民代不应该进去啦，都进。不去了，以前是偷偷摸摸进去啊，明年没了，拐个弯过去，明年没了。哇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吴欣盈了，我讲坦白的嘛。吴欣盈还很生气，三点声明，第一点就我没有召开记者会，记者堵麦，你跟记者讲，跟你召开记者会不是一样？你跟记者讲说，台湾要走向国际，国际要走向台湾。